好，可以。那么这里呢有一副普通的扑克牌。好，接下来呢我需要一位观众来帮我一个忙，就是把这副牌给洗到一起。OK， 那么接下来给你，替你拿着几叠牌，一张一张的往下发。一、二。其中一位借下手机，先生借我一下。稍等。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我现在不用你的联系人，咱们用一个陌生人的号码吧，好吗？请你随意的输入一个十一位的号码，随意的输入一个十一位数的号码，对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一个交流会，我想让你帮我们帮一个事情，可以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别扯淡了，我是打电话的。好，拜拜。没去。没有任何问题啊！我说我在这里放过一个预言，对吧？真的？请问那位小伙子刚才说了什么？他在打电话，还是心脏不对？慢慢的打这个语言，字也听吧，念出来。电话那边是一名南山砍不耐烦，说自己被打联盟，完全不配合我们。这有副扑克牌，他们是红黑一张一张间隔，对吧？接下来用了这些牌，请你随意的让它洗到一起，越来越好。好，把这牌放到这里。好了，请你把第一张牌放到这里，我要背过去。
我慢慢的给我摸一下，感应到是红还是黑。所以呢，这个感应呢，就50%的成功几率啊，完全应该是黑色的牌，对吗 ？OK， 非常幸运，是一张黑色的牌。随意的喊停好吗？好，停，停在了对吧？现在把牌放到这里。好了吗？想放到旁边。要请听第二位观众再同样的看下这张牌，我再放到旁边。请第一位观众牌放回去，第二位观众牌放回去。好了。然后呢，白色。那红牌用幸运数字代表你在黑暗中阳光的一面。行，告我，那红牌是什么？红心眼，红心眼对吗？黑的牌里面只有一张红心眼，好了，红心眼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我说我这个流程是为老爷准备的。你在阳光的一面透露着黑暗，非常的邪恶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好。这副牌全是红色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一张牌非常的特殊。好了，最后一次，这还有一张黑色牌，对吧？现在请你拿着那个愿望，在我过牌的时候随意的插进来，插在这里，对吗？对，正面有点太光明了，请背面的插。OK， 就是这里。这张牌随机插的位置对吧？换上新的换法，你约的非常的准。先看你约的下一张就是那张黑色的牌。请问黑的牌是什么？黑大五对吗？和两张 Queen， 他们呢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卫士。汉子、妹子。王妹子。娘妹子。基友团和百合女。没。首先呢，这四个他们是驴友，他们去登山，这两个妹子和四个汉子晚上了，两个妹子住这房间，然后两个汉子那个心有点寂寞孤单，然后呢他们就去说你俩把门，咱俩呢偷偷跑入他的房间，然后呢开始干嘛？他爸爸。对，聪明老干，看过多谢。然后就开始啪啪啪，等第二天呢，他一开灯发现这屋里都是色男，而这两个女的呢已经跑出来了。再一次，第二天晚上，两个女性和一个男性，他们呢继续的这样，这回呢他们色男生让这两个女生分开住，这样就可以两个公这边，两个公这边就可以走了。不懂，求解释。开始啪啪啪，好，咱们看一下。实际上，这是四个男性，四男性呢，其中两个男性，他们打算住这边，另外两个男性呢，打算住这边，又一晚上翻一次。但是呢，他们又发现，他们要跑一起，这两个女生又自己跑来了。第三晚上，他们决定。这么做不对，咱们应该用点 IQ。 他决定呢把他们诱拐到小树林里，小树林里就要让他跑到这儿，然后呢他就紧跟上，紧跟上之后，然后这个开始上，这个男生跟上，在小树林里又开始啪啪啪，但是呢他们一睁眼发现就是色男性，
这两个女选手。